我们现在跑车交不起这11公里的124块钱的过路费，真的。你们给我退了吧，我就退给你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你走，你太贵了，你这是黄金修的高速，修的高速吗？11公里过了桥啊，我没有过长江，我过啥桥了？那长江大桥也属于桥。那不太贵了，不行，你给我退了，我拐过了。我们现在跑着车还不起这11公里124块钱的过路费，真的。你不行的话，你们给我退了吧，这交不起这过路费。你退不了啊？那又不是我私人。你们搞这也太贵了，是不是？你这再说私人修的高速也不能收费这么高啊，是不是？哪里现在哪里有走贵州云南也没有这么高的过路费啊，是吧？我们还没有见过这么高的过路费的，我又没有过长江，是吧？你们修的桥，你们不修桥，弄土垫起来让我走不也行吗？